好，大家好，我们先跳一步。大家好，好吗？Hello，Hello，Hello，Hello。OK，那现在我们是在海尔喜湖空间，我们先欢迎一下，本周代替颖儿出战的我们的代班女神，美美的女神，有请，欢迎你。另外一位呢是代替霍思燕出战的李晟，欢迎你。 好紧张，好紧张！要不然这换吧。不要吧，可以吗？换场不过来了，你帮我看着啊。好，我是今天压力最大的一组。如果我今天没有拿到第二的话，基本上就是再见了。你先换吧，你先换吧。对，守着门。但是替别人去出战去代班的话，我觉得这个肩上的那个重任好沉重啊！就是如果比不好的话，怎么办？ 感觉他们两个有点紧张，我弟有点老鸟状态，让他别紧张，别紧张了那种感觉。 새로 오신 분들은 잘 하나? 어, change. 뭐야 다? Yes. 이미 잘하고 있잖아. 인사 아니야 지금. 그래서 저도 혹시나 이번에도 조금 힘든 일이 있지 않으실까 하면서 이렇게 좀 갔는데 웬걸요 저보다 더 빨리 준비하셔가지고 다시 돌아왔어요. 快点，先站着，一排，来，好了，来，云云可以拍了 ，OK 了，快去，可以了。他们已经好了。妈，你太快了！你好快呀！谁抢了？都已经有人抢了，太尴尬了。谁？ 快！他们都已经好了，没有。对，OK，没，起来。我抢了。快点！啊，感动一点了呀，紧张啊。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把顺序排好，顺序。我应该怎么样？你不用排的，你站在我边上。 주제가 꽃 18세잖아요. 저희 원단이 다 되게 뽀글뽀글한 느낌이 있어서 되게 귀여워요. 그리고 색깔을 되게 사랑스러운 컬러로 되게 뭐 이렇게 옷을 만들었고요. 근데 이런 레이스 스커트는 정말 이 소녀를 이렇게 딱이다라는 생각을 했고요. 요즘에 유행하는 아이템과 기존에 사랑받았던 어떤 아이템들을 조금은 기존에 사랑받았던 거는 소재를 이용해서 좀 재해석해 본 것 같아요. 这也太美了吧！是的。还有鱼，那个人好像那个。
took first base. And then out of the blue, this cruise is losing altitude. All we need is a little more elevation. Take me back to where I can breathe.谢谢颜慧，让我们有请颜慧的设计师搭档鲁光元女士。看到颜慧今天这个发型，然后看又是波浪，我还一开始以为是哪吒闹海。真坏。今天的主题叫那一年我们18岁，所以在谈服装之前，我想先问一些私人的问题。18岁有什么特别让她难忘的事情吗？사실은저한테는조금아픈기억일수도있는데18살에대한기억이전혀없는거예요어떻게보면저한테는신인이었잖아요그러니까좀데뷔차2년차인예그런어린아이의모습이지만그냥정말방송활동만했던어떤옷을입었는지어떤친구를입었는지전혀그런추억이없고오진짜18세는很容易失忆的年纪吗지금저희가진짜이걸이쇼를하면서저희도이거꼭입고싶다라고진짜빨리이렇게바이어분들께사주시면우리사입자라고얘기했을정도거든요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吧哪四位买家进入到了我们的第一轮请揭晓聚美优品 D2C 上品网和英曼请揭晓Oh my god！ 啊，800多万吗？出价最高的是聚美优品，目前第一轮。Roger 老师，你怎么看这一套设计？我一直很喜欢设计师对于布料的一种感觉，譬如说秋冬的衣服，很容易让人看起来穿得特别的厚重。可是它会利用很多穿透感的蕾丝也好，或者是一些纱也好，去减轻这些的重量感，然后达到一个很好的比例上面的搭配。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聪明而且很漂亮的一个做法。谢谢 Roger 老师。我们先看看 D2C 上品网英曼在第二轮加价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人会超过聚美优品。来，请加价。第一轮这个成绩好厉害哦！哦，还没有超过。그리고저제안딱하나만해봐도돼요처음으로해보는건데남신분에게이거한번입혀봐드리고싶은데好啊好啊。哗哗哗哗哗，好重。哦，可以哎。嗯，挺好看的哦。本来就很中性的款式，真的很轻柔，很保暖，就是既有温度又有风度的衣服。哇，太棒了！它可以穿走吗？저는영광이죠。你看，对，不让我穿个外套，我都没法送你。我不能把裙子送给你，你把那兔子送给他。谢谢哦，太棒了！好，谢谢华晨宇，谢谢，拿人家的手段，你待会儿你这100万要怎么用？你要想一想。我想一想，对，你要想一想。来 ，D2C 上，英曼，
最后一次加价了，请。 请揭晓。目前最高的还是聚美优品。实际上，今天的服装一上来的时候呢，我就知道今天的票数不会很高。为什么呢？因为女孩子们要看起来纤细一点，凸显身材一点点，不管。 在冬天，为了跟男友在一起，都要穿得很少，冻得瑟瑟发抖。所以女孩不但要为了男人的目光而活，也要为了自己的目光而活。18岁的时候，我不希望任何一个女孩受冻，这就是我的结论。明白。他完全刚才说的是一个爸爸的心态。最终，聚美优品888,888元下单成功，谢谢。 这个还不是尹恩惠的最终成绩啊，因为我们现在要来看华晨宇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数字真的是太美了，我觉得我很不想破坏掉那个数字，因为聚美优品都已经给出了。成语真的拿人手短，你知道吗？好，现在我们要来看一下啊，我们的男神华晨宇所给到的是多少呢？ 22,211,110元，这个是尹恩惠目前在场内60%的成绩，谢谢，非常谢谢各位。在节目期间打开微信，点击发现进入摇一摇，是摇出你的好运。上京东微信购物限时购买女神同款低至一折，广告时段别走开，更多免单大礼摇出来。 오늘은 조금 저조했는데 너무 속상한 거예요. 힘들고 막 열심히 했는데 막 띠어 안 예쁘죠? 애들 무슨 그나마 그래도 색깔이 있는데 시청워예 사랑해 놔줬어 어쩔 수 없어 맞지? 머리 왜 도트로 했네? 응 정말 타有了我就 我喜欢设计师那个。哎，我还喜欢设计师那个。哎吗？35万。我要一个还有吗？就是你要吗？我要，我要给我。我要一个蝴蝶吧。看我们。我感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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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
너무 화이트라서 느낌이랑 그 펠트 했나요? 누빔? 이런 색깔을 하지 말아야겠다. 카메라 별로 안 예쁜 것 같아. 안녕 브라마. 그 350 주고 샀으면 좋겠다. 그러니까 희망이. 엄마 너무 잘하시는 것 같다고. 嘱托，不然的话，我真的请十顿饭都不行，弥补不了我的内疚。颖儿，感谢你上一场那么高的比分，这一次我幸不辱使命。 第二名，尹恩惠、卢光远；第三名，郭碧婷、李蔚；两场相加的第四名，朱茵、王玉涛老师。谢谢朱茵姐。 嗯，带回家替我们所有人抱一抱小宝宝。谢谢大家的祝福，谢谢。就我很感激大家，理解我，离开这个舞台的决定，希望大家不要忘记我啊，还在等我。在本季的潘婷女神心中，我们只能看到你一期的表现。谢谢，谢谢李晟。
他们在离得有距离的时候，其实他们只是看见一个表面的形态，跟舞台的效果组合在一起，但他没看见一个食品到底在里面怎么呈现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算完全是客观的事情。我还蛮替我的设计师抱不平的，我觉得现在不被认可，未必不代表你将来会大放异彩。对我来说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另外一个起步点，或者是另外一个 step的一个阶级吧。那对于剩下的几位女生来讲，下周你们会迎来两位全新的女生的设计师。下一场比赛，我们的主题花样职场，Ladyverse。所以我期待着又看到大家的精彩的设计。再次的谢谢。 同时，在这里呢，我们也邀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登录微博参与女神新妆话题版微博人气女神，感谢分众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当然，在这里呢，我们也要邀请在座的各位朋友们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登录新浪娱乐、新浪新闻客户端、中新网娱乐、网易娱乐。 凤凰娱乐、凤凰客户端、网易考拉海购、新浪时尚女性、扎克新闻客户端、天涯社区小米电视、百度贴吧、手机百度、百度手机输入法、网易新闻客户端，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资讯。有人羡慕你，是因为咱们曾经也年轻。